要排29天，今天整点三文鱼。边。好嘞。往前点。好的，媳妇儿。你要这么跟我说话，媳妇儿，我老乐意听你话了。你有时候跟我喊吧，我都害怕呀。你对我温柔点呗。我对你还不温柔啊？有些时候有点对我有点太狠了，跟我俩喊啊，我有点害怕。真的。害怕？嗯呐。害怕的让我有一种叛逆心理。我怎么就说就说，我感觉你像我儿子呢。但是有的时候你太猛，要瞅着太霸气。嗯，没画错，他凉。上次应该这么吃，然后画透的话，它就没有那个口感。嗯，这么是三文鱼太精了。超满意吗？大哥，真美。我跟你说，你要是像我老丈人和老母娘，他俩那种交相处方式，对我，我得幸福，真是。啥方式？你看我老丈母娘对我丈人可好了。我对你也好啊。你对我好是好，但有些时候黑着我，黑着我，真是我像一只小绵羊似的。我黑着你，说明我爱你。我还没黑了别人家老爷们呢。你让你黑着吗？啊？嗯。人家不再让你黑了，你黑着人家老娘们不挠挠你。也就我嘛。忍气吞声，卧薪尝胆。